不要洗太大。啊，是要搓搓啊，卸一卸，然后在这里再把它放大一点会更好看。啊，你看我看，啊，你等会，我搓搓，麦工呢，扁短零扁短零哈，回搓搓，比如说四也可以这样写啊，把它写粗粗的，哦，然后四因为四。四四的四一定不可以写太粗，因为笔画多嘛，所以呢你这个写粗写墨比较深比较粗，然后再写比较笔画比较多比较宽 OK， 四四一场大墨就 OK 了哈。好，那像这种笔画少的有时候稍微粗一点点会好，比如说人生好这样过来对不对，好生就到这里哦、人生几度秋凉，好，到这个地方哦，这个地方要往前一点，不要太省了就没有出去哦。看来我再回来，或者是他呢，哦，你这个太短了，这样过来，哦，这个要出去，就至少这里要打到哦，几度秋凉，啊，这话你很尴尬，你到底要怎么写？你到底要回缩呢？要出去呢？啊，回缩就简洁有力就好，哦，好不好？几度秋，这话呢？然后这样过来，嘿，这样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记得靠底下干嘛？怪怪哦。好，夜来好夜是，我常常这样写的哈，那也可以这样写，让它跑出来。啊，那也可以这样写。好，就从这里开始，好吧？所以你要选择一个，所以要常写就知道。还一个地方是长一点，拉出来；还一个地方是点长一点，也可以。哦，那你要分清楚，啊，点长一点的点法是，按一下，好不好？要分，啊，好，啊，这个不用这样画，你画一画就好。哦，这样过来，好嘞，一二三。其实不一定要点，不要点，哎，要拉过来就好了，哦，可以拉长没有关系哈，哦。好，看了，这画太重，这样就好，不要这画不要像扁担画的，嗯，好，哦，这样就好了。一二三，那反正就是，哎，这样也可以，或者是看，啊，看曲，那笔画的，一二三，不要点，哎，不要用点的。啊，如果要草书，好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可是，这样也可以，草书，好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如果你要写行书，还能两个，这个先，在这个先，然后一二三，还能，好不好？哎，眉头，这个太小了哈，哦，注意一下。那怎么写呢？一，这个动，好，哦，从这里过来。哦，这样过来，哎，就拉下来，对不对？哦，一二三，看呢，好不好？好，并最难写，啊，怎么写呢？哎，长，这样对哈，嗯，不要点哦，不要点，为什么不要点？因为等一下你就是把它点过了，嗯，因为多了，嗯，啊，然后呢，写一个并，哦，一二三，看怎么算，好不好？好，并上九，嗯，这个倒是很漂亮哈，哦。这个太长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换这样也可以的，但是往旁边来，哦，让它接近，往旁边，不要写太长。然后如果你要写草书，就是这样写，哦，再一点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当然这个还有不同的写法哈，再说啊，那个。一二三，哦，往旁边，这样对不对？插到里面去。你如果你没有插里面去，就会很长了，啊，有没有？好，长筹长这个口是可以，像王羲之就是把它换掉，换成什么？一画就好了，这样过来，有没有？哎，长筹，不要写太快哦，长筹客房，嗯，好。那我们就是想要涉猎才会知道怎么写，如果不常涉猎，有时候都会写到那里就忘记说，哎，这字帖到，哎，
如果你学多一点，可能会有这种现象，可能是这样，哦，可能有不一样的写法，好不好？哎，啊，像长啊，如果哎，也可以啊，像长，草字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对不对？这样，或者是哎，或者是这样，甚至于现在有人云这样写，哦，草那个。那个什么简写啊，但是我是不鼓励。哎，好，运动好多写法。好，背背一个一字部再一点变成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皮拉宽底下下摆，这样可以了。哦，这个背哦，很这样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这样叫很稳。好，云法。好 ，OK 啊，中秋中很漂亮哈，中秋谁与共孤光？嗯，好，这个孤这样写比较好，哎哈，拉过去，哦，一二三这样就可以了，要不然还有一个，哎，对不对？绕过来，哎哈，哎，那还是可以用行书来写法，哎，孤光，好不好？哎，把盏，哎，我以前他在写，哎，对吧？有。这样就好，嗯，这样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发展，好，一样的哈，它这个也一样哈，七，七怎么写？来，这样画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过来，嗯，当然，如果你要写直的也可以啊，如果不行，这个就如果直的这边就可以写，嗯，啊，但是你的腰带竖过来，要从瘦的地方竖，不可以从粗从宽的地方竖。有没有道理？哦，这也是腰带啊。反正我现在最近比较卡腰带的地方，哦，如果你卡腰带哈粗的地方就不好看了，哦，它细的部分就好拉下来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然有两个形式就是这样，哦，然后把它拉长，有没有？好，如果你要写不要拉长的，这样这样 OK 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北望 OK 了，不要注意哦，不要安尼去哦，可以接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窄一点，窄一点，窄一点，要不然也可以这样了。哎，北，哎，懂吗？这话先写上了，然后如果四的话，这样做一下相似的四。嗯。啊，这也是北，好，望望还好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在写望，可以写成这样，哦，是王，然后草书是这样写，嗯，一点在里头，然后再拉后来变成这样，好不好？